有一个老公啊，啊，向他太太证明啊，嗯，这个女人比男人说话多，嗯，还提交了一份研究，哇，表明一个男人平均啊，这个每天说15000个单词，哦，而这个女人呢，却是30000个单词，多这么多啊！那太太一想。哎，然后就告诉她丈夫啊，之所以这个女人说话是男人的两倍呀、啊，嗯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总是重复他们所说过的话。哦，她老公问，嗯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又不得重复。